生了病，我就能趁机吸收黑暗能量了。嗯啊、布灵灵，我们要维护好图书馆的卫生，这样不光是我们，其他小朋友也会很开心的。哎，是啊，灰尘真多，幸亏戴了口罩。已经石油反应了。啊，等等我！哎呀，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哎呦！彭院长，腾腾最近总爱在我家旁边的工地附近玩，他咳嗽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啊？嗯，根据检查结果，应该是咽喉发炎，很有可能是吸入了过多的粉尘。温子，你看，又是魔王在捣鬼。布灵灵，我们去找领时针爷爷帮忙吧。哎，呀，哎，布灵灵，百草仙气。领时针爷爷，哇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，啊，愁死我了。这下要重新整理草药了。李时珍爷爷，魔王又开始捣乱了。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这次要对付魔王，需要桔梗精华的帮助。桔梗？那是什么？桔梗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一般生长在坡地和山地，对咽炎引起的咳嗽有一定作用，也可以做菜，凉拌、热炒、腌制都可以。波灵灵，我们出发去找桔梗精华吧。酷，出发。本草纲目会指引你们，快去找桔梗吧。时珍，你怎么不去当厨子呢？没事净给我捣乱，小心被雷劈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万岁！大王，俺掌握了恶魔手环的雷电魔法。啊，大王，是谁偷袭你的？俺和他拼了！气死我了！我忍。上风怪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你要用一下。大王，俺用不着他。俺学会了新法术，不信给您演示一下。不用不用，你快去吧。得令。哎，有这家伙在身边，我迟早要挂。扫垃圾，扫垃圾，扫垃圾，扫完地把碗擦干净呀，扫垃圾。天哪，是沙尘暴吗？布灵灵，彩彩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是谁？来这里做什么？布灵灵，彩彩叫曹本仔，他是衍生，我们是来借桔梗精华的。嗯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没问题，等我打扫完院子就帮你们。扫垃圾，扫垃圾，扫垃圾。这哪是打扫，简直是污染空气。哎，找到了，看俺怎么收拾你们。这东西太麻烦，还是用俺新学会的强力雷电魔法来的痛快。哎，垃圾，怎么回事啊？烧风怪。怕了吧，俺的雷电魔法。你敢弄了我刚扫好的落叶，可恶，看我的桔梗扫把神功。哎，哎呀，开招！哎，哈！哎呦！
了。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让俺给你最后一击。小心！可恶，轮到你了！哎，杰哥仔，别急，我来救你。奇怪，怎么拔不动啊？啊，居然变大了！没用的，那是大王给俺的寄生魔玉。没想到还真有点用，不过还是俺的实力更靠谱。波灵灵，原来是寄生魔玉。我听李时珍爷爷说过，寄生魔玉最怕水了。李生，快去找干净的水来，不快去掉寄生魔玉，桔梗仔就危险了。好。俺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，雷电魔法！都说坏人遭雷劈，怎么像我这样又正直又善良又酷帅的少年英雄也有这样的遭遇啊？啊！哎呦，全身都麻了，动不了了。啊，医生！这回轮到你了。哎！啊！哎！啊！看你能躲多久。哎！哎！哎呀！哎呀！疼死俺了！哇，这里有好多的云彩。对了，我可以利用伤风怪来下一场雨，这样就能救桔梗仔了。可恶！人呢？快给俺出来！伤风怪，仔仔在这儿呢。给俺下来！来呀来呀，打不到打不到！气死俺了！可恶！给俺下来！烦人的家伙！你要成功了！今天怎么变暗了？哎呀！哎呦！俺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草根仔，你没有魔法，怎么让天空下雨的？嘿嘿嘿，仔仔想，下雨的时候会有打雷闪电，那么如果把雷电打下云层，会不会下雨呢？于是就引诱伤风怪用雷电魔法攻击云层，没想到成功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哇哦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还打雷下雨，下面轮到你倒霉了。不要啊！没人能从我们超级组合这里逃走。百草金华为我所用。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哎哎，走开！波灵灵，学会了你的招数。谢谢你们，都怪我乱挥扫把，弄得尘土飞扬，才不小心中了敌人的诡计。哈哈，没关系。啊，雨水把空气中的灰尘都冲走了，现在空气好清新。波灵灵，先别管空气了，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呢。嗯，我们开始配舞吧。好，好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灵灵，天人合一。嘿嘿嘿，不错，看来这次的成功率很高啊。大王，还有个坏消息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大王，你身上着火了，俺来救你。住手！别猜了！腾腾，以后要注意保护呼吸道，不要在粉尘多的地方玩了。空气不好的时候也要戴上口罩，记住了吗？嗯，我记住了。耶！
天热吃刨冰最舒服了，我还要吃。吃吧吃吧，凉的吃多了就会闹肚子，我就能吸收黑暗能量了。草本仔，天气热，我买了刨冰，你要不要吃？要吃要吃。狐狸狸，要听石油反应了。我肚子疼。彭院长，冰冰吃完刨冰肚子疼，您快给看看吧。看来啊，是吃了太多刨冰导致的心腹冷痛。狐狸狸，是魔王在捣乱。走，去找李时珍爷爷帮忙。哎呀，哎，狐狸狸，百草千金。天真热呀，幸好存了不少冰块，可以用来降温呢。哎呦，哎呦，什么情况啊？天怎么黑了？哎，衍生啊，我这把老骨头快被你撞散了。李时珍爷爷，对不起，魔王又在捣乱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回要对付魔王，需要花椒精华的帮忙。波灵灵。花椒不是做菜的调料吗？没错，花椒是一种落叶小乔木，喜欢阳光，耐旱，对心腹冷痛、呕吐、风寒湿痹有一定作用。哦，那我们快行动去找花椒吧。狐狸狸，仔仔同意。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的。真是的，这么热的天儿，你们还有心情和我作对？大王要是觉得热，俺可以帮你降温。哦，怎么做？看俺新学会的冰冻魔法。怎样，大王凉快了吧？倒是有些凉意，不过它会不会掉下来呢？哎呀，我就知道。大王别急，俺用火焰魔法帮您消除冰块。快灭火呀！快灭！哎呦！气死我了！上风怪，你要是这次不能阻止草本仔，你就给我去陪捣蛋鬼他们去扫厕所。遵命。夏天就应该吃刨冰，再来一些。咦，没有冰了。狐狸狸，花椒妹你好，仔仔和野生想借用花椒精华，可以吗？如果你们去雪莲峰帮我找许多冰块来做刨冰就成。这个简单。这个俺可不同意。狐狸狸，杀风怪又是你！哼，手下败将还不死心。谁是手下败将？看俺的新招数！哎呀，变厉害了吗？哇，有好多的冰，又可以做刨冰了！拔不动啊！波灵灵，小心！冰块做刨冰才会遇到危险，他是为了救我才受到伤害的。头好痛，这是哪儿？太好了，你没事。草本仔，我们用药精石来对付他。草本仔是谁？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不会吧，草本仔，别开玩笑了。不光是草本仔，怎么药精石也有点不对劲了？不要嘀嘀咕咕的。认真些！等等，不带这么玩的！破单行，快闪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们？你怎么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呢？谢谢你！不客气，这都是我害的，我们先躲一下吧。往哪儿躲呀？药精石，你要去哪里？跟我来！等等我！
别跑，给俺站住！哎，跑哪儿去了？哈哈，没想到居然长出了百年不遇的记忆莲花。野生草本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妖精石带我们来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嗨，草本仔你好啊！你是谁啊？看起来好凶。哇，草本仔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个大美女这么说话？好凶啊，怕怕！等等，荷叶姐，草本仔失忆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一言难尽了。别担心，我这里正好发现一朵记忆莲花，能让草本仔恢复记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原来药精石带我们来这里是有目的的。来，快吃掉它。嗯，我不要，我不吃陌生人的东西。你别磨蹭，快吃下去啦！是谁？俺找到你们了。伤风怪，这可怎么办？敢欺负我的朋友，今天我和你没完。来得好。哎，嘿，啊，没想到你还挺厉害。看我的。啊啊啊，荷叶姐，我来。这可怎么办？草本仔，你快想起来啊！可是我，头好疼。我是谁？草本仔又是谁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太好了！草本仔是一种健康食品。啊啊！草本仔是你的名字，名字！你不要凶嘛，仔仔怎么会知道？啊！我为什么要说崽崽呢？嗨！野生，你们快跑！想跑？没门！草本仔到底是谁呢？啊！小心！草本仔带着药精石快跑！没那么容易！哎呀！药精石，给俺粉碎吧！啊！药精石被……就算你想不出来，我们也永远是朋友，永别了。永远是朋友。啊！啊！哎呦！哎！夜生。药精石也升级了，草本仔，让伤风怪看看我们超级组合的厉害。俺才不怕你们呢！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。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大王，俺不要去扫厕所。草本仔，崽崽好想你。都怪我太贪吃刨冰，才给你们惹出麻烦了。好了好了，现在都没事了。不，我们还要赶紧配舞阻止魔王。没问题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，波灵灵，天人合一。不好，快闪！大王，又是谁把您害成这样？你去给我扫厕所。冰冰，以后刨冰这类凉的东西可不能多吃哦，否则肚子又要疼了。嗯，我懂了。